Hello， 大家好，瑞万德斯。好，在明天，也就是7月26号，国际版6周年《顶传说降临》就要正式开幕，可以开抽了。然后到时候会推出的2张 L 奥就是，这个17号第七周 Team， 以及这个金佛17号。然后在上一个传说降临卡机非常有幸运啊，然后就抽到了这个金佛17号，所以这一轮嘛就想说把他们两个摆在一起，因为这张金佛17号跟17号第七宇宙对摆在一起是非常棒的连接啊，所以就这一次我来用用看，给大家看一下他们两个摆在一起的能力，然后给国际版的大家感受一下要不要华龙池来抽。那么这一次就先来看一下这个金佛17号它的整体能力啦。三维数值是不错啦，攻击点是跟那个悟空是一样高的，17700，防御力应该也是差不了多少。哇，防御力悟空倒是高很多，始终限定卡就是限定卡。OK， 队长技宇宙生存篇或者 combination 组合类别的气力加3血攻防150%。然后必杀技方面的话，12期必杀一回合攻击大幅上升，给击大伤害。然后18期必杀最后的特攻，一回合攻击上升，给对手超级大伤害，然后攻防低下，用在战斗路都是 OK。再来就是他的被动，自身的攻防70%，然后超高确立最大两回的追加攻击，这个追加攻击都是普攻啊，比较可惜一点。但是是主要就是用来让他的这个攻防能力尽快的提高了。接着就是。每次攻击就会再加攻防7%，最大70%，然后气力加1，最大加气。然后在这边的话，它的攻防70%这边嘛，是跟最初始的攻防70%是做相乘的，大概有一个189还是180几了，大概像上下的那个的，怎么说，它的那个它是做相乘的，180多%就是了啦。我一定忘记它的那个精准的数字，我已经忘记掉了啊。就数值来说是比悟空跟北极大还高啦，因为毕竟他们只有150，可是这个可以跌到满有180多，可是因为要经过10次的攻击，所以他才有按了一个超高确立最大两回追加攻击给他，让他尽快的跌满这样子。 OK， 接着就是当攻击成功时啦，然后那个回合当中自身的伤害减轻力以及彗星发动力会有7%的提高啦，所以就是他打的越多，防御力不管是彗星发动力或者紧张力都会越高了。我个人是觉得这张卡放在第三位或者第二号位都会好过放在一号位就是了啦。OK， 接着就是它的主动技，第七宇宙的生存战略啊。发动效果，战斗中必杀技发动4回合以上可以发动，然后，那个刚才是发动条件，效果是这个一回合自身的气力加气，然后防御力77%，再来就是彗星发动。这个就是关键时刻然后启动就 OK 了，保命啊，用来保命的。至于连接的话就全部都是二大丸，只是才打过一场这样子罢了。 OK， 这个是金佛17号的能力。接着来看一下这个之17号 LL 之17号啦，比较容易叫17号第七宇宙厅和拗口 超长的。然后这一张的话，攻击力倒是比较高一点啦，18000，然后防御力也是有10000，哇，不管是攻击能力还是防御能力都比那个金佛17号还有高 ，nice。第七宇宙代表类别的气力加4，血攻防150%，然后超支属性气力加4，血攻防100%，毕竟这边是5个人啊，当然是要给多一点。然后悟饭很可怜，被那个文字挡住了，没有点开，完全就是看不到悟饭。残念。OK， 然后必杀技12期必杀一回合攻击大幅上升，给对手极大伤害，然后一回合我方防御力30%，非常棒，可以辅助后面两位的那个防御力，以及自己的防御力也是会得到提升啊，相当高。然后给对超必杀嘛，这个是18期的，然后给对手超级大伤害，然后一回合我方防御力30%，然后彗星发动力7%。这样站在他后面的话，就算没有点彗星也是会有一点彗星的激励啦。这边的话被动自身的攻防 70%， 队伍内第七宇宙代表类别的我方有5体以上时攻防再加 70%， 然后气力条22以上时攻击再加 70%， 几乎就有一种悟佛的感觉，有没有，非常非常的猛。
然后当取得红气翼，然后那个的时候呢，气力再加二，然后每取得一颗红气翼，彗星发动力再加7%。这样的话就是能吃越多的红烛，它就会越猛就是了啦。再来就是主动技第七宇宙的总攻，队伍内第七宇宙代表类别的魔方五体以上，即兴的好感力，在同个攻击参加系列中，除了自身以外，第七宇宙代表类别的魔方要有两体以上，然后敌人一体的时候，敌人一体，然后血量又是50%以下的时候可以发动，哇，超级长的那个条件有没有？发动效果，一时攻击力大幅上升，给九级伤害，然后一回合魔方全员的气力加气，算是还可以吧了啦，就有一个超嗨的主动技，算是蛮不错。这边的话好友是没开路啦，也就是55%。如果是有开路的话，这一张我个人是比较推荐主点那个连击，因为主要还是因为它的这个必杀技效果的关系啦，防御力提升30%，对于保护我们二号三号位是非常有用的。连接这边好友就练到相当高了，还不错。好，这就是之后将会推出国际版将会推出的两位传说降临角色了，17号跟金风。那么这一次我就是拿来打一下龙族 GT 的那个龙族历史了。这边的话，两个加工道具，这个之前在打着那个，武道会还没打完呢，等下要继续去打，带着这个乾隆三马。那么队伍就是这样子了，就是让金佛17号跟这个17号走在一起这样子。好，Let's go， 他们两个的连接会是比较 nice 一点啦，都是可以连到五条。还行，至少悟空跟北极到一开始就是对接到了，然后17号移往下一个回合就好，算是蛮简单。剑龙三马，这边的话剑龙三马真的是非常有用啊，宇宙生存篇攻防10%，然后再来就是明天有要抽这个顶传说降临的朋友，当你拉下来的时候，剑龙三马就探头，希望大家都可以抽到想要的啦。OK， 这边前期的话就随意一点吧，可以开招就好。Yes， 极大。等那个17号了，去到下一个顺位的时候，可以连到五条连接，再给大家看看一下他的能力。一来就必杀，有没有？麻烦，45000，还行，至少没有太夸张。这个队伍我为什么没有拿去打那个 GT 悟空传，主要就是我自己没有抽到17号，因为这边的话我的队长技加成才多得320%了，不是最大效益，就拿去打那边有一点点的风险，哈哈，就是这个样子。这个龟仙轮跟那个天津饭前期让他打多几下，然后把他的攻防能力给叠上来。来这边两个辅助的情况下有120000的防御力，连接连了五条。Toughness Sensei 跟这个头脑战这边个别都是有加防御力啊，所以是还蛮不错的。不过这一轮有没有机会打过啊？两位技术的角色存在，死的龟仙人跟天庭冠被打两下，2,900,000的伤害，超级猛。OK， 299,000也算是不错了。不过这边的话，他需要叠10次的攻击了，才能把他的趴数拉到最高，这一点就是比较可惜一点，不是一开场就能拉满。我还真的是守一只。也行啊，也不用纠结太多。自首的猪我就留多一点好了，毕竟等一下让那个17号来吃。等一下如果他这边一直锁我的位置，下一轮也被锁的话，那就亚贝了。希望下一轮他不要锁了，
他是锁完全棉的，三只锁到完，有够烦。他锁一张的话倒是还好。嗨嗨嗨！还是看悟空能不能直接把它给解决掉。好，那个是 Mask Goku。啊，没有连击。呀呀，还真的是这个样子。嗯，主动技这一边是可以开了，不过我想还是留一下了，没必要这么早开。这边的话连接就不是那么的棒，不过也是有一个13万的防御力了，还行。一颗红珠，哎，7%的彗星发动力。嗯，都蛮可惜的，我的金佛这边就打触不到手。哎呀，金佛17号又要再转多1000吗？有够麻烦。566，哇，10K，这个满足条件全部的话，加了乘了三次的70%就是不一样，超猛的。尤其这一张是还没开路就可以打到500多万，连接也没连上去的情况下，够爽了吧。哎，这边的话主动技就可以直接解决掉它，但是因为我要给那个怎么说，就是要转一下我们的队伍啊，所以我就不要开主动技了。这边被打也不会很痛，没什么关系，因为我的队伍顺位非常的不美啊，我要稍微给那个顺位转回来一些，麻烦一点，麻烦一点，没关系了，没关系了哈、哦。这样子，哦，三个红珠这边的话，应该是彗星发动力有了。Let's go。哦，没有触发彗星，不过还是把对面给打爆了。算是没有浪费回合数了，转了2圈。OK， 18万、13万、9万5，在没有任何辅助的情况下，连接又很烂的情况下，哎，超级烂的，没有战斗力了，差不多可以讲。所以要尽快的给它叠上来，才好像才攻击了一次吧，到目前为止，才叠了7%。然后我最想要让两位待在一起的那个顺序到现在还没成功，是啊，麻烦，呜，杀死个贝吉塔！哎，贝吉塔帮我累积够7次的攻击了没有？至少要保证一下我们的复活是可以触发的，这一点是我的回血的保障啊，在这个队伍内。OK， 金佛192，哇，也太低了。可是我很喜欢这边，这个就是当初在那个 DVN 里面励志大会，他最后跟吉莲打的场景就是这样子，完全的还原啊，很棒。再连，哎，没有了，没连到。这边的话就让龟仙人跟天津饭再一次去被打吧，哈哈。好，这边，哎，有一颗红珠，然后下一回合，吉悟空跟那个神兰达又可以待在一起了 ，nice， 然后在下个回合，我终于可以让两只连接很棒的待了，660万，两个辅助，超级猛的，有没有？很夸张，就是这里的这个17号，他的战斗力在攻击方面真的是超级夸张，不是我要讲。哦，最后有一点危险，最后有一点危险，不过也是有达到17万的防御力了，不错了啦。就应该就算中招也没有理由一回合把我红爆吧，哈哈，呀呗，如果真的是被一发红爆，那个就搞笑了。先开个加工道具好了，我也不知道打到哪里。这边应该是相当后面的吧，这个关卡。哎，500，一个加工道具就500万，死给。不过很可惜，这边我当时有点太早开加工道具了，有没有？应该要让，哎呀，那个金佛，
金猴十七号跟十七号联动过后先才来开的啊，搞错了，妈算了。哦，马西嘎，哎，不可以，早开也是好的，一轮过直接死掉了。哎，死给有没有？哇，第七宇宙队随便哎，这个连接可还没到顶就这么猛了。OK， 不够美耶。呀，哦，哦，来看你一下，14万的防御力，149000的防御力，哇哦，太棒了，有没有？可是在这边很出戏的，然后是什么没有？龟仙人跟天那个天津饭18万的防御力，把两张 L 二给硬硬的硬生生的碾过去了，而且他的三维数值8500。防御力的单位数值才8500，然后这一位9600，然后这一位10000，可是实际出来的数值的时候，呀呗，14万跟18万，所以说第六，这个第六周年啊，他的免费卡全部猛到爆炸，有没有？OK， 这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不过很可惜啦，这个。17号没有达到最高，少了70%，不过少了70%还是有470万，死而已。然后跟他最好连接的是那个17号的 MVP 啊，那个提鼠的 MVP， 哇，那个真的是猛到爆哦，492，哎有有有，哎有哎，这个有料，攻击力，果然这个就是要给他一个彗星发动力，他才会真正的猛啊！我们的这个金钩十七号 ，OK， 318万，完全不输，完全不输我们的 L 二啊，有没有？够猛的，这个龟仙人天津饭，明明是要演示一下我们两张新 L 二的战斗力，结果被一张免费卡给硬的碾包过去，哪里妥的？找谁诉说去？哎，没办法。这边的话都看莫的，我没有这么想要快点。哎，算了啦，都看莫早点来就早点来，就直接红包了。来，第二个加广道具，只是当他们两个连接拧在一起，可是如果没办法开到。没办法开到他的那个最高打加成的那个17号的战斗力，有点可惜耶。下一轮应该还有一只迷津，因为这个才是利鲁德将军啊，还有一个金属利鲁德，没问题。还有下一轮，嗨嗨嗨，两个加工道具，我怎么变得这么慢啊？是不是我把那个 2X 给关掉了？哎，没有啊，还是正常啊。我前面刚才的打击感觉很慢，是我的电话的问题吗？我手机坏了吗？哦，对了，哎，不要死，不要死，我来先吧，不要死，手下留情啊，悟空，哎，亚美罗，亚美罗，啊，悟空，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还没开17号的主动技，喂。没得救了，三连发没得救了啊！不过没关系，等一下我把那个金佛十七号的主兵器给开上来吧，应该开得到吧？好像开不到哎，好像没办法开主动器耶，我这边真的是开不到主动器，我来我看一下要求先，这个是敌人血量50%以下，然后这边的话。战斗中必杀技发动4回以上，哎，已经有了吧？难道还没有？还不够释放吗 ？What？ 竟然还不够释放哦？那就算了，直接最强的轰击跟他轰去啊 ！OK， 两个加工道具都有，再加上乾隆三马的辅助，16万、15万、20万，有。我要把所有的这些猪给弄吃到完，下一回合不要留给他们，多给他们。不过我很怀疑这一回合可能会一轮秒嘛，
才980万，几乎破钱了。没开路，两个加工道具，卡米达。20万，哎，有点痛哎，不过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了，必杀技已经开掉了。嗨嗨，很帅。现在数值不到顶，但是真的是很好看，他的战斗，他的那个必杀画面，打这种关卡有点太简单的感觉。嘿嘿，多西哦，把他们拆开吧，这样的话可能攻击能力没那么高，哎，没击他很高，多西哦，多想一下哈、哦，希望他们不要死就好了，应该不至于挂掉吧，看一下那个整体的攻防能力先，22万、16万，哎，这样这个要开，还有在呀、啊。悟空就给他吃特技，希望不要打死，不要打死，不要打死，我要看主动技力。维吉达，轻手一点，维吉达。这样高的攻击数值 ，Yeah， 我们当我们不想让他连击的时候，他就一定会连击；当我们很需要他连击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官方，这就是游戏。这就是爆裂鸡蛋，当我不想他出现的时候，他一定会弄给你，是不是？是不是？即将亚美罗哟，没有哦，没有哟，肯定没剩了啊！这个悟空一下去，这么短血，不可能打不死吧？怎么看他都是死定啊！还果彗星呢？平时都没有这么顺，我还特地拉开了。OK 了，算了。不过这边就虽然没看到他们的主动技是有点可惜，但是他们的实战表现算是有一点点的展示到了啦，还不错吧？整体的能力都很强悍。只是讲十七号那边就比较麻烦一点，他就固定在第七宇宙队，可是金佛十七号倒是可以跑到 combination。队伍将去玩一下这样子 ，OK。那么以上两位新 LL 六周年，应该说整个六周年的体感就是这么的嗨就是了。好，那么这一次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各位的收看。还没订阅的朋友，麻烦帮忙点个订阅，谢谢。加马达呢。